光明啊，光呢预代表着胜利了。没错呢，当我们的醒狮把这个步步高升完成了以后呢，现场的朋友们，你们呢就可以准备好这个手上的红包利是了，把这个小明灯带回家，照亮你们的前程哦，让你们在今年呢更上一层楼，步步高升哦。小朋友不要站到台上来哦，因为我们待会儿醒狮呢会走过那边的。